在广场使用弹性防水材质，也希望能够保护学童的安全。学校决定利用假期施工，终于大功告成，完成送给小朋友的礼物。中庭圆形广场一共铺了两层可以防水20到30年的新式 PU 弹性防水材，让小朋友有更好的活动环境空间。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公司也在小港，我们总公司在小港，因为我们秉持老董事长的爱心去做，持续去做善心。因为我们本身老董事长跟老董娘都很有爱心的还是以前都是帮忙一些邻居还有学校那个学校营养午餐他都很愿意去帮忙他们所以我们秉持这个说附近的如果有需要的国小中学需要的我们就去帮忙，像我们这个汉民国小那个楼梯间，他就没有经费啊。校长告诉我，好，我们帮你帮你把争取那个我们的油漆用最好的油漆不是用不好的用最好的油漆来帮忙他们做楼梯间这样。学校常年老旧，面临漏水的问题，油漆业者爱屋及乌的提供油漆整修国小的楼梯间，并表示小朋友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希望自己的小爱能够让学生们开心的上课，快乐的回家。时方新闻郭玉文、许建义高雄采访报道。